对，业务能力很好，我们现在讲这个手指头，你是业务能力很好，那你的业务能力反而不好哦。你不是一个要不出去后路一的人，可是，可是你跟我认识的你好像有点不一样，那因是为，经过设计的。好，等一下，没关系，你的特质反而是你比较，像我第一次说真的，第一次你在讲你这么年轻，你十几岁就开始做就是影片的这个部分啊，我觉得有一点点小小碰红。说实在，不瞒你说，我第一次出事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小孩有点，这个小屁孩有点碰红那样。但是我今天看你的东西，还有很多你确实应该很久很久以前就开始接触，因为你很喜欢，所以你才23岁而已，89年是这么年轻，这么小的一个年纪，但是你应该有很多的经验。所以我觉得跟你配合，应该也是有一个很大的可能性的发展。好，然后再来，苏先生，你这。